2019年12月23日，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第2次审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徐辉在会上做了关于固废法修订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常委会第11次会议对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修订草案进行了初次审议，现将初次审议后主要问题的修改情况汇报如下。固废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由一审稿的9章109条修改至9章120条，其中删去了一审稿中第3章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一般规定的内容，新增了第7章保障措施。将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原则明确为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并充实相关内容，完善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责任的监督管理制度，应当增强地方合作，建立协同机制，加强固体废物转移管理，提高转移效率。国家在保障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方面已经实行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措施，应当将这些政策措施进行规范化、集中规定，进一步健全完善法律责任。一直颇受社会关注的与垃圾分类有关的规定，由之前的14条增改为目前的16条。进一步健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明确分类原则，通过宣传教育、示范带头等，引导公众养成分类习惯，赋予地方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权限。修订草案第2次审议稿已按上述意见做修改，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建议提请本次常委会继续审议。修订草案第2次审议稿和以上汇报是否妥当，请审议。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法治先行。垃圾分类新时尚，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2019年对于我国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而言是重要的一年，因为在2019年6月，固废法迎来大修，生活垃圾分类制度首度被写入其中。2019年12月23日，固废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进行审议。其实，在近几年，各地方立法机关也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将生活垃圾分类立法作为重大立法项目，有计划地进行推动。那么，这些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又取得了哪些成效呢？让我们一起听听来自地方的声音。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现就提请本次会议审议的《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做如下说明。2019年11月25日，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正在听取北京市政府关于《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和北京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员会关于条例修正案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对生活垃圾分类及条例修订工作，市人大自始至终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全力的支持。2017年，市人大组织开展了条例执行情况的执法检查。2018年，针对执法检查审议意见开展了调研。2019年，市人大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大力促进源头减量、强化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议案办理情况的报告，提出修改完善条例的意见，要求通过立法明确分类投放是垃圾产生者的基本责任和义务，依法推行强制分类。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于2012年3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是国内首部以立法形式规范垃圾处理行为的地方性法规。
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符合垃圾分类的新趋势，解决垃圾分类尚未成为居民的普遍行为和生活习惯，居民生活垃圾分类不到位和混装混运现象并存等等一系列新出现的问题，这部施行了7年的地方性法规急需修改。现在进行第一议题，表决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表决稿，请市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荣梅做审议结果的报告。2019年11月27日，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原来我们的生活垃圾的条例啊，这个对个人呢是倡导性的，这回上升到义务性的条款。一个就是让市民有这个垃圾分类的是一种新时尚，进行这个新的生活的方式的转变。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垃圾分类这一块啊，我们通过垃圾分类形成一种城市治理体系和治能力现代化的一种提升。2020年5月1日，修改后的条例将正式施行。为了保证在短短的5个月里将条例落实到位，北京市有关部门将围绕新修订的条例制定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行动方案以及多个实施办法。作为首都北京呢，我们必须以崭新的面貌，通过这个净化城市，使城市呢更加宜居，这个市民呢这个生活质量更高。和北京一样，作为我国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之一的厦门，在2017年出台并实施了《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这一地方性法规在2017年8月25日召开的厦门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上全票通过。你没有法律，根本就推不进。说说宣传那是不行的，还是要强制充分发挥这个立法在生活垃圾分类中这个引导、促进、保障这个法律的这个功能。郭晓芳曾全程参与这部法规的制定工作，对这部法规的亮点是如数家珍。提升生活垃圾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水平，强化了全过程的、全链条的、全方位的机制保障。有了这部地方性法规的出台，厦门的垃圾分类工作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厦门经济特区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让厦门垃圾分类工作的开展更有底气、更有保障。2017年8月这个出台的这部法规，那么截止到今年8月，这个共出具1100多份的法律文书，那么其中行政处罚730多起，取得了良好的一个社会效果。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发布《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要求在全国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湖南省的省会城市长沙就是其中之一。虽然长沙市并不是我国首批垃圾分类的试点城市，但在几年前，长沙市就已经开始探索如何更好地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我们长沙这个对生活垃圾的这个立法工作，应该说它是从2010年就开始了。我们应该把它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专项立法的阶段，一个是综合这一个管理立法的阶段。2011年1月，长沙市人民政府颁布《长沙市餐厨垃圾管理办法》。2012年6月，长沙市餐饮垃圾处理项目建成投产，标志着长沙市成功迈出垃圾分类第一步，实现对餐饮垃圾进行分类处理。2014年，长沙市政府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了生态文明改革事项。2015年，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了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立法的相关调研和准备工作。
2016年10月，长沙开始在城区10个街道镇的57个社区村启动生活垃圾四分类试点，取得了一定成效。2017年正式出台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2018年、2019年在全市全面铺开。在长沙各有关部门的努力下，长沙市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不小的进展。有了这样的基础，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制定工作排在了长沙市人大常委会2020年立法计划的首位。作为我们人大来说，就是要积极的运用立法的职权，保证国家这一个法律和制度生根落地，组织好，这个动员好全市的居民参与到这一重要的工作中间来。所以我们今年7月份就加速了这一项工作。2019年7月，长沙市人大常委会启动了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立法工作。目前长沙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经修改调整至第4稿。初步的安排是明年4月份进行第1审，6月份进行第2审，如果通过了，我们就向7月份提请省人大批评，8月份颁布，10月份实施。为了让即将出台的法规落在实处，许多城市和长沙一样，一方面全力打造健全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一方面也在根据各自的客观情况制定相应的立法工作规划。政府主导，全民参与，垃圾分类风头正劲，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垃圾分类新时尚，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垃圾分类立法可以形成垃圾分类长效机制，可以形成科学、专业、协调的垃圾分类处理体系，引导民众养成良好的垃圾处理习惯。但如何能让法律更好地得到执行，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主导和推动就显得十分重要。湖南省长沙市和部分城市一样，在开始推广垃圾分类工作时，选用的分类标准和上海相同，规定将生活垃圾分为干垃圾、湿垃圾、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真正开始呢是从2016年，2016年我们开最初的做法是还是做试点示范，在我们一些小区里面啊，在一些公共场所啊做了一些示范试点，但是从2018年以后，尤其是2019年，我们就把垃圾分类工作啊，就作为城市管理啊，作为我们文明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做。为了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力争物尽其用，加快速度完善垃圾分类体系，长沙市政府制定了以末端倒逼前端的垃圾分类工作推进方式。终端设施是落实好垃圾分类的一个既是基础保障，实质上也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一个，前端做得再好，终端运输做得再好，最终是落不了地的。生活垃圾清洁焚烧是城市目前推进垃圾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处理的最佳选择。长沙市政府在生活垃圾清洁焚烧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投资26亿，建设设施特别先进啊，应该讲是全整个亚洲可能是最大的，也是功能最齐全的一个。位于长沙市望城区黑弥峰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于2015年8月正式启动建设，2018年1月18日正式并网试运行，是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垃圾焚化厂。项目满负荷情况下，每天可产生约180万度电，自投产以来累计已产生超过11亿度电。我们现在已经每天焚烧大概5000吨、6000吨，还有1000多吨的铁埋，
我们现在正在建第二期，这样下来我们长沙每一天处理的生活垃圾到2021年6月份我们可以实现全量的焚烧，而且我们处理的生活垃圾大概每天可以达到10000吨，现在每月我们不到任何气味，你看不到任何垃圾，非在于拖走，所以啊，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发利业项目。目前呢，它的这个处理工艺水准在全国来说也是领先的。二污应，大家关注的二污应啊那些分类降解都是指标，都是优于国标和欧盟标准。为了让厨余垃圾得到有效处理，长沙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也想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去年启动了一个长沙市的湿垃圾处理项目，也就是居民家庭的厨余垃圾处理项目。这个项目呢，应该是日处理量可以达到2000吨。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就进入到专门的处理终端，餐厅、饭店等单位产生的餐厨垃圾便由专门的餐厨垃圾处理企业进行回收处理。我们对全市30000多家餐饮门店，包括一些这个小的面馆，是吧？我们都全部的清点这个活动。我们城管成立一个执法队，专门叫餐厨大队，是吧？来保证餐厨这个垃圾的应收尽收的这个工作。对于厨余垃圾的回收处理，长沙市城管执法局对其进行了全面的监管。与此同时，餐厨垃圾处理企业在处理终端也会有数字化系统对其进行全流程的监控。通过这套系统，我们可以对餐厨垃圾的收集的全过程进行精细化的监管，可以准确到在某个点的某时某分某秒。我在他的这个驾驶员的这个驾驶舱里面装了一个摄像头，在车前面装了一个摄像头，在进料口装了一个摄像头，这样的话呢，就能从行驶到作业的全过程进行监管。有关资料显示，一节1号电池烂在地里，能使1平方米的土壤永久失去利用价值；1粒纽扣电池可使600吨水受到污染，相当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何处理有毒有害垃圾，厦门市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全国到目前为止分出来的有毒有害垃圾基本上都还囤积，还没有真正的进行处理。那我们厦门已经建立了有毒有害垃圾专门的处理厂，一天大概100公斤左右，我们都能够及时得到处理。无论是厦门还是长沙，在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过程中，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建立齐全的生活垃圾处理终端意义重大，而生活垃圾处理前的分类运输环节也不可轻视。我分了你还是混装混拖就没有意义，所以这一块我们也是花了很大力气，我们启用了一批新型的环保车辆，对于湿垃圾和干垃圾，包括这个有害垃圾和有毒垃圾，也是进行分类运输。所以从社区出来就分开运，分到终点站以后再由分开运导到我们的垃圾终端站，垃圾终端的处理焚烧厂，对吧？所以整个这个线路是很清晰的，链条是通的。保证了垃圾分类运输和处理之后，要想生活垃圾分类体系运转良好，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不容忽视，那就是如何调动每一个居民的积极性，让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首先从机关做起，你今天可以看到我们市委市政府周边某一个楼梯口某一层楼边都有垃圾分类的线圈，都有垃圾分类的垃圾桶，都有垃圾分类的一些制度。为了让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长沙各机关及事业单位率先行动起来，要求每一个市直机关、每一个党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所有的党员进社区，这是一个招牌活动，把党员进社区这个活动中垃圾分类纳入到必然的一项活动，这样的话来层层引导、层层动员。宣传生活垃圾分类最为重要的场所之一就是社区，为了能让每个居民都能改变多年养成的生活习惯，接受生活垃圾要分类的观念，长沙和厦门的社区想出了多种办法。我们每栋楼有一个组长，
就是一个党员，在他的带领下，通过物业和我们的志愿服务，到每家每户去宣传，去告诉人家怎么分，就是这样开展的，慢慢的、慢慢的，就参与的人就多了。社区里的居民如果能够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那么其子女参加学校评优时也能得到一定的加分。每一个季度我们都会进行一次评比，就是哪顿搞得最好啊，他这个考核有影响小学生在学校里面评三好学生。长沙市大多数小区都会设有生活垃圾分拣中心，这里处理的垃圾有的是保洁人员从每栋居民楼里收集而来的，有的则是居民直接送来的。居民一旦按要求分类投放生活垃圾，就可以累计积分，有了积分，居民就可以在分拣中心换取一些生活用品。在长沙市开福区清水塘社区里，居民投放生活垃圾的习惯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现在有很多小区里面呢，它甚至是一个单元，有的甚至是一层楼，每一层楼有一个垃圾桶，到后面的是每一个单元有个垃圾桶，我们就有很多这样的院子，一般都是两三百户。那么这样的院子里面呢，我们就是从单元、从楼层撤桶到我们的单元撤桶，到最后合并成一个点。居民投放垃圾的高峰时段集中在每天的上班前和下班后，从居民丢垃圾的速度来看，已经非常习惯现在垃圾分类投放的方式了。我看您刚才扔的时候，这个要把垃圾倒了之后，然后再把塑料袋扔到一个地方，为什么呀？那个说塑料它是不能够利用的，这个就是要去掉的。一方面是接受了垃圾分类是生活新时尚的理念，一方面也是为了在投放垃圾的时候更加方便。许多居民在家里就已经做好了分类工作。平时在家里的这个垃圾柜一般是怎么处理啊？就是我们这个垃圾分那个湿垃圾跟干垃圾嘛，属于那种易腐的，然后就放在一个桶子里面，然后另一个像纸啊，还有一些塑料袋这些东西啊，包装的那个盒子，属于干垃圾嘛，然后就放在另一个桶子里面。这些这种电池什么的，咱们平时怎么？对，那我们就交到社区去，因为这个是有害垃圾，拿到社区去。社区去，社区可以换东西的，有奖的。在厦门，一些社区还建立了信用体系。在社区里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引导居民进行垃圾分类。居民只要做好垃圾分类，那我们督导员会进行扫码评价，做好了就可以得到相应的文明积分，同时可以增加他的白鹭分。比如说去图书馆借书可以免押金那我们的共享单车也可以免押金。在宣传生活垃圾分类的过程中，学生是各地比较重视的对象之一。长沙市团市委联合长沙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单位，以30所学校为试点单位，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宣讲进校园。好，看到刘老师的手上有一些卡片，这个是什么？玩具。我们的玩具如果不能再玩了，要把它扔到哪里呢？有的同学就有了答案。我们开展小手拉大手的活动，影响到每个家庭，以每个家庭的孩子来带动这个家庭，同时把所有的垃圾分类纳入到我们的第一课堂，编入到教材。这个蓝色的垃圾箱，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奶宝。黑色的垃圾箱，我们把它称为什么呀？灰色的呢？在厦门，学校与社区合作印制了垃圾分类评价表，需要学生进行打卡。我们这个是跟那个河山社区啊合作的，专门它有一个打卡的。比如说你今天回到家里头哈，是不是早上上学的时候有没有把垃圾从楼上带到楼下？那他到学校来以后，我们做一些这个记录啊，这是哈。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消费方式的不断转变，农村生活垃圾排放量日益增长，
生活垃圾类别日益复杂，能够更好地做到垃圾分类，成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一个必要条件。然而，由于部分村民的环保意识薄弱，且居住比较分散，如何做好垃圾分类成为了一个难题。湖南省长沙县春华镇是国家级生态文明镇，但谁也无法想象，一两年前垃圾该如何处理，还是当地面临的一个难题。以前主要还是通过埋在地上，然后有些东西就烧掉一点，再卖掉一点，主要是通过这么三个方法来处置这些垃圾。它清运不及时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一个焚烧的现象。以2017年为例，全镇共外运垃圾4400吨，需要1067辆大卡车进行装运。当时没有人知道，这4400吨垃圾中，至少有70%是可以利用的资源。这样的情形在2018年之后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你比如说可回收这一块，它的长沙县就探索了很高效的这么一种机制，甚至于居民什么时间点需要或者是怎么样，它能够进行一个数据的分析。垃圾分类呢，其实是从居民的手上，他所丢的东西通过小区、街道，然后市里面的收集点，一步步最后回到了工厂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叫做逆向物流。垃圾的分类流程加上互联网的理念，让生活垃圾分类在长沙县春华镇有了新的突破。在乡镇，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除了厨余垃圾之外，大多都是可回收物，因此春华镇建立了自创的四篮生活垃圾分类体系。第一个篮就是我们每家每户的篮桶，我们有一个可回收桶叫篮桶，再就是我们每个保洁员的车叫做篮车，每一个村都建了一个存放分拣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篮屋，最终处置就是我们在县里面处置的时候有一个篮岛。现在的春华镇整个生活垃圾分类的程序简洁高效，第一步由村民在家中进行源头初分类。只要他这个是干的东西，我们就提倡他，引导他放在一个桶里面，湿的垃圾放在另外一个桶里面，我们全部进行收集。镇政府在村里建设了一些堆沤池，村民将一部分可以通过发酵变为肥料的厨余垃圾集中堆放在堆沤池里，堆沤成肥。比如说一些湿垃圾基本上就是一些厨余垃圾，然后他们可以去喂养家禽或者是就地堆沤，然后干垃圾的话才入桶，我们都给农户配了两个垃圾桶。村民将垃圾进行简单分类之后，村里配备的环保员会上门将垃圾从居民家的篮桶里收集到运输垃圾的篮车上，然后将垃圾运到镇上名为篮屋的回收站，再进行二次分拣，检出留在其中的可回收垃圾和有害垃圾，再将其他垃圾运往县级垃圾中转站篮岛进行处理。在这个体系中，垃圾的运送可以通过手机预约、线上自动派单，垃圾的数量和走向都进入后台的数据库进行分析处理。作为居民个人，他可以通过这个系统啊，小程序啊，来预约我们家里的一些可回收物，他上门进行收取。有了这个平台的话，我们平时的数据统计，就打开这个系统一查看，我们就一目了然。有了这样健全的体系和简单易行的分类方式，春华镇在2018年初开始整镇推行垃圾分类减量示范村建设。目前，9个村社区全部为市级垃圾分类减量示范村。送到县级填埋与焚烧的干垃圾重量相比2017年减少近80%，基本做到了垃圾不出镇，垃圾在镇内都能得到有效的处理。通过在乡镇推行生活垃圾分类，长沙城区周边的春华镇、白若铺镇等地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农村人居环境也进一步得到改善，村民们也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好处。从扔垃圾的角度来讲，是不是变得麻烦一点了？确实是麻烦一些，但是呢，麻烦有好处呢。
它的好处啊超过它的麻烦呢。嗯，我们这个地方的文明知识就高了呢，环境条件就好了呢，城里人就理解我们乡里了呢，我们就赚钱了呢。如何让垃圾分类机制更长久？如何让垃圾分类更高效？垃圾分类新时尚，一线特别节目立法监督正在播出。近几年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建设加快推进，全民参与力度不断加大，生活垃圾分类全链条持续完善，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日益成为全民行动的共识。那么，如何用法治的压力、舆论的推力、市场的拉力，让生活垃圾分类机制长期良好的运转下去，是我们需要一直思考的问题。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告诉记者，此次固废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关于垃圾分类的内容亮点颇多，明确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把我们的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又加上了一个解变易行。在固废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中，还增加了针对产生生活垃圾的个人和单位的相关规定。刘建国认为，这非常有利于垃圾分类工作的推动。在这次的修订当中呢，也是明确了我们产生垃圾的个人以及单位，那么他要承担源头减量跟分类投放的责任，那么这个在过去是没有的。在各地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推动的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难点，其中如何改变每个居民的生活理念和习惯，让他们把垃圾分类真正落实在行动上，依然有较大的阻力。此外，我国人口众多，每个地区的生活习惯和经济条件都有差异，产生的垃圾种类也大不相同，各个地区如何在四分类的大原则上结合当地实际制定垃圾的分类标准，也有一些困惑。人家是这样的一个分类的方法，我们也这么来区分，你的后端处理设施你消纳不了、接受不了那么多分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垃圾，这样呢就会陷入到一个比较被动的境地当中去。从上海的生活垃圾干湿分类到住建部公布的生活垃圾四分类最新标准，看似分类标准在调整和变化，但其实每一套分类标准遵循的原则基本相同，即严格跟着末端处置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真正的你要去推动垃圾分类，其实是要各个地方它要根据各自的条件、它的发展的水平啊，那么它的一些垃圾处理设施的能力跟结构，然后呢它要去制定一个相应的条例或者管理办法。无论是出台相关法律强制性的推行，还是走家入户的宣传教育引导，都是为了让每一个人有环保意识，并且把这种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垃圾分类只是一个生态文明理念的一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呢，它会带到我们的生活生产当中去，就会促进我们的绿色生活、绿色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促进我们的生态文明的建设。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将一件一件垃圾分类的事情办实做好，我们就能让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增长点，成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支撑点，成为展现我国良好形象的发力点，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